欢迎呢，我是 ALife 一期生周的袁奈，想了解袁奈的话就点下面资讯栏连接哟。不知道，那我跳下面了，这顶上全是人，两边都有，你把中间抢了。我把东西，我把下面资源控了。给力，我拿到一个金盾。这边打一百。我想偷他的那个东西走啊，偷他的扩容。我帮不了你啊。好吧。我这有蓝甲。怎么就一个、啊？我这有蓝甲。有个两秒。加油。我总帮你们。没事，不用帮。我不挡着。他 Q 了。嗯，没甲了吗？往下走了。我给个 Q， 虎哥，你给。哎，你站在头上了，虎哥。我这边来人了，我蹲一下，他爬我一下。你直接爬顶吗？我打了146。左不上枪，打了直接换指甲吧，下啊操，你直接就掉下去了。我直接下了，收起来，收起来了。我给 Q， 我给 Q。那睡甲了，睡甲了。我给你 Q， 给你 Q， 三明治，能吗？来了，能，给。我怎么敢爬啊？操我他妈！到了。就看懵了，这狗它有那个气势在，气势能个白给的气势在。这狗应该没少看皮特直播，肯定没看我直播啊！有我要是这狗的话，我他妈早跑了我。不能说它有这个气势在，我只能说真的。有大电吗？两个。哎呦哎呦！我操！快躲了！啊！打我操！打我头了！我直接拉了。打了，打了100，打了100。你可以边打边退，你懂吗？把他放过来打，我也很好打。收个甲，又收个甲。这能打头啊！又收个甲，狗一滴。倒了。都不来打中。提前收甲。提前一滴。很残。回家了。在上面吗？嗯，跑了，我屁股来人了，来啊，打下去啊！我没大电的，我点个包先。这大狙，大狙我没拿，给你的。我打药，打，我这样，压不了，放心。哎呀，我被后面打了，两倍吗？对，就打60，一滴血，小心后面抽你，。我知道，要跑啊跑。仙儿倒了，我给不了 Q， 我要学他们冲了，大炮，好，人呢？什么射射就跑了呀？还要找个这、啊，我是老今天老是被打、啊，怎么我过来他不打我、啊？我怎么知道啊？指甲滑下来了，滑两个下来，顶上就一个，顶上一个，下面两个，哇，左右各一个。打肉，趴下打肉，我给你一个 Q。没抓。这边都是甲了，最后一个顶上。露一下吗？是甲了，50肉。甩他！不给我机会玩帅的这个人，我不是很认可他、啊。这时候应该就给我帅的，然后死去。没扫到人，扫到了。放这里吧。右手，这。我踩他们头顶了。我被 Q 到了，打电，我被 Q 到了。胖子还在吗？胖子顶胖子一地房房间里。房子不是胖子，房子是个另。我打倒一个不是胖子的人。哎呦！
哎呦，两好爽，两枪都中。克雷贝就是得这样玩，这就是一个近战的超级大獒犬，还不如獒犬，我只能这么说，他还不如獒犬，对他只是感觉比獒犬牛逼而已。112。点了一枪肉，往高点走了。起飞。视角了。踢地险，我打了100。他们打起来两队。我没事。为什么自己一个人飞啊？我感觉像互倒了。他不会飞上去。两个地平线都打倒一个，两个地平线都打倒一个。不知道是不是这儿了。应该是就这的，就只有这想枪，这他妈三队了，就两队想枪了，我问你。哎呦，他们有病是吧？怎么这么冲啊？爬下来吗？你能爬下来吗？要啊要，我要爬下来。我打血打血，上面能拉吗？我拉可以 Q 过去。我拉。他在救，他刚好在救。我操，好疯啊！你太疯了吧也！我金盾先丢出来，我炮打。杀了一个，连到一个，上面。不是一队啊，打了。沃神，我你要上的话，你先。高甲了，上高甲了，我两秒 Q。我架神给你的，三分之。我炸 okay. 了一个65。敢上吗？这个地方。上啊！为什么不敢上？打血。打倒一个，下来了。来100。我操！我是在吸子弹。进来了。几个？下了。两个。三个。来爬。我操！我也在。我有金盾。来、okay. 跳了一个。又跳了一个。他们在送。还有一个。我救起来了，还有一个。我操！他应该换我。好帅啊！他是80。那他死了一秒。操！我一直被集火。哎，对，不太想管我们的。操！我点了他5枪，真的是王者。三个人。我打了一个60，我操！你这个金盾丢的真牛逼，我只能说。我在玩激进的呀、啊。他拉了一个。这就是他妈意识。他不会想压过来吧？顶了顶了，他在顶他。我打下去。140。中间吗？中间点我可以 Q。三个。我可以都在中间了。哎，不是，在我这里。20射甲，倒一个，这个打78，哦，我没雷，我 Q 上换甲，上换甲了，来，啊，没中，在你们屁股，在你们屁股，最后一个，这俩，他真敢抓啊！我像是个磁铁，那个子弹我全吸啊！哈哈，操！